好，现在开始热身运动。首先把你的双脚打开，比肩膀宽一点，脚尖朝前，来，右手上，一二三，换，左手张右手，摇摆臀部，来，一二，很好，再来一次，右手，左手，手肘，来，一二，摇摆臀部，第三次，来，右手，左手，手肘，摇摆臀部，最后一次，右手，来，左手，手肘，摇摆臀部，来，一二，肩膀一起往后绕，好，相反的方向绕回来，对，很好，再一次往后，相反，一二三，第三次往后，一二三，相反绕回来，很好，最后一次，来，二三，相反绕回来，一二，肩膀一边一个，来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加上脚尖点地，对，肩膀配合脚尖的动作哦，五六，后夹背往后压，前推手掌，来，很好，再来往后一二，挺胸哦，前推腹部缩，呼，再来往后一二三，前推，很好，最后一次，来，一二三，前推，手肘往后拉，脚点第一二三四五六，原地踏步，右脚一二，好，推臀部，来，再来踏步，一二，推臀部，踏步，来，一二，推臀部，很好，最后一次，来，推臀部，往前打拳，来，腹部缩，往上推脚跟，再来往前，往上，两个往前，上，前，上，再来往前，上，最后一次，来，上，注意往前游泳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慢的往上，一二三四，往下，对了，拉长你的手背哦，蹲，再来，还有两个，最后慢慢手背打开，并拢你的脚，放松，我们现在要上的课程是热力舞蹈中高级第一段组合教学，由于五个动作变化很多，所以我们会从你的脚步到你的手部到全身的完成动作开始分解讲解，请你跟着我一起做，为了方便你的学习方向，当我的手指右边就是代表往右边，往左边，当我拍头的时候就是指全部的动作从第一个动作开始，好，当我手在下面的时候是右左踏并步，记得了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咯，预备，开始，来，右左，很好哦，脚抬起来，踏步，来，加油，好，我们做第一个动作，好，双手叉腰踏步，一二，好，右左跨并，来，嘿，好，来，一二，后踢臀部，再来哦，加上手，来，在下面握拳交叉，大点前面，来一次后踢，大点，来，加油，后踢，大点抬脚，来，前面抬高，嘿，加油，后踢，抬脚上，大腿抬起来在胸口，后踢，很好哦，抬脚加手上下，用力，呼，
绕转一圈，抬脚哦。再来后踢，加油！抬脚转，嘿。再来，嘿。抬脚转，最后一次来，呼。抬脚来，好，原地踏步放松。好，我们现在手叉腰，我们第二个动作，第二个动作，右脚往前开始了，前踩后踩。对了，这个动作要注意你的臀部哦，放轻松，往前推，很好，往前，加油！我们要算三个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并拢回来中间，换左脚，一样动作，加油！三个并拢回中间，来换脚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并拢来，很好，换脚来。臀部要推出去哦，并拢回来，上你的手了，很好，直接勾脚跳起来，换边来，对了，勾脚跳起来，呼，再来哦，加油，勾脚跳，呼，再来，腹部推，二，三，勾脚跳，现在跳起来。从头开始来，嘿，转圈，再来，嘿，转圈，慢步跳来，勾脚来，换边，加油，勾脚跳，再一次右脚来。左脚，加油！勾脚跳，很好，踏步，加油哟！调整一下你的呼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很好。现在要做第三个动作了，双手叉腰来，右左右左叉腰哦。好，踏并慢的，慢的，慢，脚步放轻松。好，我们加上蹲。蹲，嘿，再来，很好，我们加上手拍大腿，拍手，一二，一二，很好哦，拍手的时候跳起来，嘿，再来，呼，加油，再来，加油，最后一个，原地踏步来，好，第三组动作，我们要用另外一个动作串联起来哦。注意前踢脚加手往上来哦，嘿，很好哦，加油！好，我们现在算三个，第四个拍手踏步，一二，加油！呼，脚边用力，嘿，再来，呼，往后面踢，手下面一样，踢三个，踏步，再来，再来，一二，加油！很好，前踢做两次。好，换脚。后踢一样，做两次哦。换。好，我们现在各做一次哦，往前。往后，往后。对了，往前。往后。加油，轻轻跳起来，往前，站原位。转圈，再来，
转圈，跳起来，好，勾脚，换，勾脚来，再一次右脚，勾脚来，再来哦。左脚了，加油，勾脚跳，大蹲跳，嘿，勾脚跳，勾脚跳，大蹲跳，嘿，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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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了，后，往后大蹲，很好，加手，放松摇摆，放松摇摆，往后的时候注意哦，再来，一、二、三个，双手，快的来，很好，换边，好，换边，换边。原地踏步，一二，好，我们要把滑轮步接踏点步开始哦，五六开始走，旁边踏点一个，嘿，滑轮步，旁点踏点，很好，再来右边踏点，最后换呢。来，勾脚。勾脚。嘿，嘿，嘿。准备再一次哦，右脚。嘿，嘿，嘿。准备再一次哦，右脚。勾脚跳。加油。往前，往后，换边来，嘿，往后，在原位后踢脚，右脚往后踩一个，滑步来，滑步，滑步，注意哦，滑轮步，踏点，换边，加油，换边来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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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换边，加油，嘿，踏步，哇，到了，有没有流了一身汗，很过瘾吧，这就是五个动作的分解，我待会儿要做左边动作了。同样的五个动作，然后从你的左脚起步开始，左脚来，嘿，往右转一圈，抬脚来，再来哦，嘿，往后踢脚，抬脚上，前跳后跳，呼，勾脚跳，换边，脚来，对了，换右脚，加油，很好，来，左边大蹲，左边，很好，来，左脚往前踢，往前走，嘿，往后踢，往后，一样，左边大蹲，加油，往后，在原位，左脚往后踩三个，滑步，换来，很好，再来，滑步大一点，左边滑轮步，踩一个，后踩，踏点，好，再来右边滑轮步，前踩，后踩，再一次左边。
开始，转身，再来后踢，转身，慢跑三个，勾脚跳，再来，勾脚跳，再来右脚，勾脚跳，左脚来，加油加油，勾脚跳，大蹲，嘿，往前。原地踏步，来，加油，五、六，龙头开始，转身，再来后踢，转身，慢步三个，勾脚跳，走，来哦。好，换边来，换边来，加油啊，换边，
是第二段的动作组合，它是以扭扭的方式来表现的，相信你会很喜欢。好，我们现在做第一个动作哦。好，来放松蹲，双手叉腰，来右脚往前点旁后前抬脚踏步，好，加肩膀往下压，开并跳，很好，换脚来，一二三，踏步走，放松，加肩膀，开并来，很好，再一次哦，右脚来，点三个方向，前抬，然后踏步，加肩膀，往下压，开并跳。换左脚来，点三个方向哦，踏步一二，加肩膀，往下压，开并跳。好，我们要快一点，右脚一二三，嘿，跳，开并，换左脚一二三，跳起来，嘿，再来右脚哦，踏步跳，嘿，往前来，开并，换左脚。跳起来，后来开并，再来一次右脚，嘿，往前换左脚，加油哦，往后，很好，来踢脚，右放松你的脚，并拢来推手掌，再来握拳，并拢来，好，并拢推，接着介绍第二个动作哦。第二个动作，右脚往旁边踏，并慢的四个。对，你的脚不用跨得太大步，跟肩膀一样宽就可以了。同样动作往前，两个哦，嘿，好，跳起来，踩踩跳。对了，踩踩跳，要踢出去。换边慢的，慢，二，三，同样的动作往前踩，很好。跳起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很好，速度要加快。现在把手加上来，手掌用力，往前握拳，跳起来两次，换边来，很好哦，往前握拳，跳起来，再换边，再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往前握拳，跳起来。换边来，往前跳起来，踢脚踢脚，放松，对，放松，并拢，再一次来，放松，脚踢一踢，放松你的脚来，好，右脚旁勾前，好，来，很好，快的来，我们两次慢的。快的，很好，再来，快的，对，脚要放轻松，一次慢的，慢，快的，慢的，快的，好，打开你的脚跟，好，滚轮，肩膀放轻松，手要转圈，加上肩膀推，对，换脚，左脚慢，快的，慢的一个，快的两个，打开滚轮。肩膀推，用力，很好，用脚各一次勾脚尖，快的，打开来，肩膀换脚来，很好，打开，很好哦，我们加手握拳上，快的，来手画圈，肩膀换边来，很好哦，打开，来点地，右脚左脚，很好，我们现在拍你的脚跟，来一二，好，右脚抬四个，很好，换边，左脚来，左脚抬四个，再来右脚先拍，注意注意，左边转，拍四个，换脚来，很好，转右边，好，我们要加在一起，右脚脚跟，快的，转圈，肩膀，拍脚跟，右左。转一圈，很好，换左脚，呼，转圈，肩膀，拍脚跟，
好往右转一圈，提起脚右左，并起来，很好，再来一次哦。肚子缩，放松，并拢来。好，接下来的动作，双手叉腰并拢蹲。好，我们右脚往旁边慢的四个，二三，加左脚抬起来，往斜前抬高。对了哦，换左边走，二三，往斜前抬右脚，一二三，很好，脚步快的来走，抬脚，一二三，换边加臀部往后推，抬脚来，加油，再一次再一次，推臀部臀部，嘿，抬脚，嘿，再来推臀部哦，抬脚来，加上你的手，画圆圈，画圈，好，弹吉他，用力哦，换边来，臀部一样推哦，往后，很好，我们再一次，右边来，抬脚跳，换边来，换，很好，双脚打开，我们接下来的动作，好，手肘右左，嘿，用力，好，先往右边四个，左边，中间蹲，手肘抬起来两次，再来右边，同样的动作哦，中间蹲，手肘，右边，换，中间放松臀部哦，加上跳起来，一二，呜，换，中间，跳起来，嘿嘿，再一次，中间，跳起来，我们把它组合起来，走四个，跳起来。换边来，加油，跳起来，嘿，二三，走走右边，左边，中间，跳起来，嘿嘿，再来，中间，跳起来，很棒，来踢脚，并拢，再来，再来，并拢，很好哦，原地踏步来。第五个动作了，双手叉腰，先把你的左脚脚跟推，右脚，左脚，左脚踩到后面，对了哦，左脚踩到后面，右脚在前面，再来，很好，加上手来，手掌，手掌，手掌，再来，手掌用力在耳朵旁边拉，再来，很好，好，快的两拍，一二。手掌用力，一拍来，好，两拍做一次哦，一拍，两拍，一拍，最后一次，一拍，回到中间并拢，把脚跟往外推，对，大腿内侧往内，很好，加上手肘，对了，对了，加油哦，接下来并拢手掌，来，看外面，推腹部。好，来，手肘脚跟四个，手掌，来一次，手肘，手掌，好，我们要从头开始，推脚跟往上，慢的，快的，两次，再一次，好，脚跟来，手肘，嘿，手掌来，再一次来，脚跟，手掌来，很好，踢脚右左，并拢来，再一次哦。现在我们要把五个动作全部组合在一起哦，试试看。好，从头开始，前跳，开臂，换左脚，往后，再一次啦。对，来，再一次来，嘿，往前，换脚来，点三个哦，往后。右边踏并，往前来，跳起来，换边来，踏并来，跳起来，很好，再一次哦，踏并，肩膀，
床，拍脚跟，右转一圈，右脚来，画圈，推肩，拍右脚，转一圈，左脚，画圈，肩膀，拍脚跟，转一圈，往右边走四个，呼，弹吉他，换边来，呼，摇摆，摇摆，来，换，中间，跳起来，再一次，嘿，中间，加油，动起来，嘿，再来，推脚跟手肘。手掌来，脚跟还要再来一次，脚跟，手掌来，很好，踢脚来，并拢，再来，并拢，好，原地踏步，一二。前肩膀压，左脚来，一二。
往后，接下来抬手肘，嘿，两个，跳起来，换边来，回到自己位置哦，跳起来，再一次的来，两步，跳起来，最后来。肩膀，拍脚跟，左转圈，换脚来，画圆圈，肩膀，拍脚跟，转右，再一次，画圈，肩膀，拍脚跟，转圆圈。最后来画圈，肩膀，拍脚跟，右转啦，右走四个，跳起来，嘿，换边，跳起来，继续努力。手掌看右，左，再一次加油哦！再来，一、二，脚跟，手掌看来右，左，踢脚右左，感觉怎么样啊？加油哦！加油！踢脚，原地踏步来。如何保持曲线玲珑的身材，又如何控制您的体重，还能拥有优美匀称的长腿，肌力训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课程。对初学者而言，为了能达到更佳效果，请配合 Power Dance 系列来练习，更能使您强化全身每个重要部位。我们更希望您可以每隔一天保持有规律的练习方式来练习，这对您伸展体力也有绝对的帮助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针对雕塑身材的 Power 曲线课程。 Power 曲线课程的项目是很多，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地板运动，主要是针对您的大腿、腹部、臀部所设计的动作。好，现在从第一个动作开始来。好，双脚并拢，我们先侧躺，手肘放平，第一个动作哦，大腿抬起来，上下，对，大腿要抬高，加油哦。六七，很好，我们要做第二个动作，手肘放平，然后放松，把脚伸直，右脚跨在前面，好，左脚勾起来往上推，往上哦，脚没有放地板哦，再往上，很好，再来，五六七，放松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第一个动作，手肘放平，膝盖朝前，大腿抬起来，开始，来，上下，大腿抬高，加油哦，再来，五六，大腿用力哦，大腿内侧的力量，好，放松。好，我们现在手肘放平，双脚并拢，右脚朝前面，这个动作是要伸展大腿内侧，大腿内侧开始往上，对，大腿内侧用力。好，请您注意，我们这两个动作都是针对您的大腿的动作，雕塑曲线的哦，加油，用力哦。好，放松下来，好，回到中间，
拍拍你的大腿，拍一拍，放松一下，小腿也拍一拍。好，我们要换边了，来，同样的动作，换边，手肘放平在地板上。好，膝盖朝前，大腿朝前，抬起来，上下。对，您在做的时候要注意哦，肩膀要放轻松，身体不要歪了。再来，很好哦，放松。好，我们做第二个动作。对，手要扶好，脚伸直，左脚踩在前面，脚尖勾起来，来上下。对，伸展大腿内侧，大腿内侧肌肉。再来，五六七，放松，很好。好，我们再回到第一个动作，手肘放地板，膝盖朝前，大腿抬起来，上下。抬的时候大腿要尽量拉开，大腿内侧肌肉往上抬高，五六七，很好，来放松，手肘放平。第二个动作，脚伸直，左脚踩前面，脚尖勾起来，往上上下上下，要注意哦，大腿拉高，臀部不要歪了，侧面的拉平的，加油加油啊。好，放松下来，很好。来，我们脚拍一拍，大腿拍一拍，放松。我们要做第三个动作了。好，先躺下来。对，好，双脚放平，踩在地板上。好，我们要训练腹肌的动作。左手放平，右手在耳朵旁边。好，抬起来，上下。对，往你的左边大腿抬高，注意抬起来吐气哦。再来两个，放松下来。好，换手哦，左手在耳朵旁边，抬起来碰大腿，上下。对，往右大腿方向抬高，抬起来吐气，吸气，加油。再来，放松下来。好，腹部拍一拍。好，我们现在做一组是针对你臀部的动作，双手放下面，把臀部抬起来，轻轻的。对，如果你的腰是往上抬高，这样是不对的。好，我们慢慢的放轻松，把臀部夹紧往上，大腿夹紧。好，放松下来，再一次往上，停住哦，你要有感觉，大腿后侧肌肉都整个夹紧了。这个动作是要针对我们消除臀部赘肉的动作。好，放松，一拍一个，来，上下，很好，加油，用力。再来几个，一二，再两个。好，放松下来，很好。接下来我们做大腿动作，双脚弯起来往上。好，注意哦，你的脚掌抬平的，踩天花板，膝盖保持弯的，大腿夹紧，慢慢往下蹲，伸展大腿后侧的肌肉。好，往上推上去，再来往下，往上下，上往下，来上推下来，上推再往下，上推再做两个，上推，最后一次，来上推。好，放松，来踢踢你的脚。我们再做第二组大腿动作，双脚抬起来，跟刚才一样哦，脚掌朝天花板，好像在天花板太空漫步哦，踩稳。好，膝盖保持微弯，现在把你的右脚往前，左脚往后。对，膝盖保持微弯，大腿拉长，换脚，来，很好，再来，换换边，来，一二三，两拍，来，一二，换，再来，加油，一拍，来，一二，一二。这个动作可以消除大腿的赘肉，修长大腿线条。再来，很好，放松下来，踢踢脚，放松。好，放松一下啊。好，双脚弯起来，双手抱住你的膝盖小腿，
慢慢的把你的身体抬起来，好，放松。好，我们再一次抬起来，放松，肩膀放松下去哦。抬起来，腹部用力，放松，很好。再来，往上，腹部用力，往下，往上来，往下，再往上，往下来，很好哦，往上推，往下，好，最后一次，往下，好，放松，来，脚打开，踢踢你的脚，放松，好，往前坐起来，好，回到前面。感觉怎么样？很舒服吧？以上这六个动作主要是针对初学者所设计的曲线课程。如果你觉得体力好，在家里可以常常做。如果你觉得八次就差不多了，您可以慢慢的增加您的运动量。只要你常做，雕塑曲线的身材效果非常好的，加油！